焰火的时间是有史以来最长，41分钟啊，而且又把大家喜爱的霹雳布袋戏的元素啊，融在今天的活动当中，让大家能够了解云岭的文化，也可以了解台湾精彩的布袋戏文化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给张立善县长跟他的团队一个热烈的掌声，感谢他。